哎，今天怎么了？我有点害怕。你怕什么？大晚上你睡觉，你怕什么？该睡觉睡觉。你现在在下雨呢，待会儿雨停了，我也就该回去了，我就该走了。啊，我有点想上厕所。上厕所你去呗。不是，我们厕所外面很远。啊，厕所很远。今天晚上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叫。啊，然后今天晚上又在打雷，所以我有点怕。你小姑娘，你这种事儿你可不能憋热，憋坏了那怎么办？你上厕所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行行行，你让我起来。哎呀，哎，慢点慢点，小心点，今天小心点。我不想上厕所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又不上了？为什么？厕所灯坏了，好黑呀。啊，你别怕，我这不是陪着你吗？虽然说我又不能进去，要不你在其他地方上吧，随便对付一下。你现在农村里边到处都可以上，随便一下。那不行。对，喂，炸！吓我一跳，舅舅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我。他上厕所呢，今天有点下雨打雷，有点害怕他，我陪他一下。我有小车的，我有小腿来了。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舅舅您快去休息吧。您给我吓一跳。好嘛好嘛好嘛。走吧走吧，我陪你去，你看把家人都吵醒了。你不要跑。我不会走的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很黑呀。怎么？要么我就在外边数数。你数数干嘛呀？这样你就知道我一直在呀，你听得到。我就数到你出来为止，好吗？那我开始数了，你先进去，快去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。啊，我在呢，我在呢。六、七、八。上完了吗？上完了。你今天啊，你上完了，你这肚子空空的，你饿不饿？你不说还没感觉，你说着也一点吧。那么今晚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亲手给你做点吃的，怎么样？你会啊？我肯定会啊，会的。那好吧。好了吗？剩半个小时了，我好困呀。好了好了，快了，马上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火怎么不好点呀？这火点不着。都半个小时了，你这火都还没生着，要不算了吧？我这儿有面包，我们吃点面包吧。那好吧。我很饿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我们家什么都没有，条件又差，你在这儿又吃苦。你觉得幸福吗？今天你懂什么叫幸福吗？幸福就是一座老屋，几亩良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饭，花前月下，家人相伴，看似平凡，其实这就是幸福。这轻轻的晚风，这柔